区块链这个技术很简单，举例来说，我把一笔钱存到了银行，银行把我的钱偷偷的借给别人。区块链创业家各个积极改变世界，最终却是卷入一场尔虞我诈的商场斗争，让主演身兼监制的曾志伟大赞题材新颖。从零开始，然后一起来参与，而且跟吴芬姐又在次的合作，是跟尤其是跟新导演合作，常就是希望说支持他。 因为导演许家凯今年才28岁，如何和如此深厚资历的曾志伟结缘，一切都从自己经营的酒吧开始说起。我们就哗啦开，然后现在志伟哥就走进来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傻住，哇，曾哥，因为我们所有都看不见到嘛，对，布景啊这些都还留着。他说，哎，这是片场来的，然后说，对对，志伟哥，我其实不是开酒吧，我是导演来的。哦，导演来的，那你在干嘛？然后那时候我就赶快请下啦，赶快就是，哎，志伟哥，我其实有个戏要开啊。 我说这个年轻人很厉害耶，说后来慢慢慢慢我的时间就把他缩短，真的很认真去对付他。曾志伟也笑说，导演年纪轻轻，想法却像是个老人，才能凭一己之力想出这么特别的故事，一举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。而饰演金控高层的赖雅妍，片中也诠释女人复杂的人生背景与心境。我们怎么开始？其实像我一样。 学会说一个动人的故事吗？深人大道结合金融题材发展新颖剧情，也将成为国片全新趋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